王铁锤大战许金川，这盘棋锤子走了三个鬼手，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我们来看精彩实战，铁锤先走，当头炮，许金川来一个马二进三，摆明了要给你玩反攻马。上马之后，黑棋果然就来了，收炮视角，红的出车，黑棋上马，红棋强挺三兵，黑棋挺三卒，红棋边马，黑棋补七象，红的五七炮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，黑棋右炮封车。红棋在这里走得很凶，直接送兵，要给他玩个双弃兵。这个棋必须得先送这个兵，你要是先送这个兵，他吃掉，你再送这个兵的时候啊，他就不吃了，他会滚过来了。那黑棋吃掉，红棋再冲，那黑棋只能吃。红棋现在损失了两个兵的物质力量，就为了抢到高居凶河，吃卒吃过来，快速的转移到这边攻击你这一侧。黑棋平卒，红的进兵，黑棋进炮。红棋把卒杀掉，黑棋吃掉，红棋踩掉，黑棋平炮打象。红棋在这里如果说害怕人家打象将军飞个边象，那黑棋呢可以马三进二，以后再卒五进一。红棋在这里置底象不顾，扑马上前。黑棋来一将，红棋上士，黑棋平炮，黑棋平炮瞄准孟攻，现在这个车不敢抬头，那在这里呢，红旗也选择搞他对象，然后呢打马，打着这个马，你要是落个象，那红旗呢就高居捉炮，以后再马三进四，红旗呢车马炮形成一个立体攻势，在这里黑的出车弃马也是正确的选择，红的先高居捉炮，借捉炮的先手调整一下车的位置，走得非常老练，黑棋进炮。然后呢，再炮打马，黑棋平边炮，准备啊抽将，你又不能出帅，出帅一将上不来。红的呢就平车捉炮，黑棋先来一将，红旗回马，你不敢落士，落士的话他炮平过来，黑的退车一将，红旗再上马，黑棋平炮。红旗炮五平八，准备啊围魏救赵，攻击黑棋的这个右翼。黑棋来一将，红旗继续退马，黑棋退车吃炮，红旗上马。黑棋现在如果说选择吃炮，红的呢就进炮一将，以后呢马三进四，还是啊红旗抢杀在前，在这里呢黑棋先进卒控马。并不着急呢，吃你的炮。那红旗呢，进炮一将，黑棋直接御驾亲征。红旗进车一将，黑棋电炮，红旗炮三进一。这个炮必丢，那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送到这吃呢？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这招进炮的妙处了。来一将，红旗这时候不回马了，落个士。黑棋退一将，抽炮。红旗也来一个御驾亲征，黑棋吃炮，红的出帅，借将助攻，吃炮是杀棋，还要抽车，黑棋只能出老将。红旗来一将，黑棋上个士，红的退车，下一招退炮一将要抽车，黑棋现在少子，他也不敢高车来腰对，只能车高两步。红的呢平车一将，黑棋上士。红的在平车叫杀，黑棋上士，红旗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并五进一，这样呢又给了黑棋一点机会。红旗比较好的下法应该是走一手退炮，以后你要是冲卒呢，红的呢就下底把这个炮呢给它捉死，交换一个子弟之后，那你这个车卒对红旗呢是没有杀伤力的。黑的平车，那红旗赶快上马。黑的进车捉马，红旗继续往上跳，黑的平车捉炮，现在呀，车炮卒准备呀左右闪击，红旗选择送兵，你现在这个炮你不敢吃，将两军就给你抽掉了，黑棋来一将上来，然后呢，他再退回来捉马，
马不敢逃，飞个象。黑棋继续下卒，红棋冲兵，黑棋下卒，下一手啊，退炮一将，可就要了命。上士，黑棋先进车点穴，不让这个帅下来，以后呢，退炮来杀你。红棋恰好有一个退炮，这招棋一下子让这个黑棋的攻势就受阻了。黑棋来一将，红棋上士。你吃士一将，他就电车；你再来一将，他就给你打掉了。那在这里呢，他选择飞象，先绊住马腿。红的平兵，黑棋上士，准备啊，以后老将进中。那红旗呢，先率进中。下一手呢，还有一个弃兵吃士绝杀的手段。黑棋回士，这个时候红旗走出一步惊天大妙手，一举锁定胜局。大家来看一看红旗是怎么走的。红旗在这里凌空现炮一将，锁定胜局。你不敢下进车，你下士送兵，黑棋只能吃炮。那红旗再进兵一将，黑棋老将吃，掉头一将要命，下老将进车杀，吃掉，那就进车一将，把你这个车呢就给你抽掉了。那黑棋也只好投子认父。